现在我们在太空针的楼顶上。大家好 ，Harry， 你昨天晚上答应我什么来着？注重家庭生活。要答应我什么来着？爱你，有爱你。然后呢？喝酒什么？喝酒就打断小马的腿。小马听到了吗？小新听到了吗？开玩笑啊。外面是有一丝下大雪，天哪！哎，还挺冷的。Terry 已经一个上午都没有说过话了，都怪小马，小马都怪你。昨天跟小马喝多了，我们今天出来吃饭，他已经吐了一个早上了。这家呢，我们之前从来没吃过，我应该吃1101，他是1105。是什么 ？Answer Polish， OK。你看，就这边，街头超有圣诞的气氛，然后橱窗里面都挂了圣诞树，超美的。是的。我们现在呢就去一家我之前在西雅图的时候会喝的一家咖啡店。Oreo。不是不是，就是很小很小的。有个窗口。在排队，对，只有一个窗口。这家叫 Monorail。多少？现金的话是这么一小杯咖啡海拉花，真是讲究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家，我们又回来啦。我们为什么不走斑马线啊？没有，哦，不是走斑马线，宝宝，我们。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拼拼，小心，还有谁啊？卡卡。很想念你们，虽然刚刚分开，但是很想念你们。哎，全部都吃完了。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吃的比较急，所以我眼线笔什么都没有带，然后我就到了这边。这附近有一家日本超市，这边东西特别的齐全，面膜啊什么应有尽有。哇哦，天哪，我可以在这边不出来了。我准备买一点眼线笔什么的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酵素什么的。这东西也太齐了吧，这西雅图大城市就是好。这里就是我的天堂，我要囤一点面膜回去。这里是什么在线亚米吗？这东西也太齐了吧，是想要什么有什么。哇哦，酵素，然后这个是睫毛膏，还给我男朋友买了这个喝酒的，这样子。小马，小马，不要害怕。然后睫毛膏还送了小样。小心小心，以后圣诞节去你家，我就带一盒这个，再带瓶香槟。小马喜欢吃巧克力。现在又回到派克市场啦，扔鱼的还在扔鱼，唱歌的还在唱歌。冰卡卡，小心，你们还记得这里吗？我又要回来拍照啦。我现在到了一家茶店，这边有200多种茶，这边都可以买了带回家，也可以试喝，也不试喝就可以再买在这边喝。这里还有马黛茶耶，
我点的是 Andrea's Rose， 就是它可以先闻。他点的是什么第一套？神圣的解毒。神圣的解毒，好喝吗 ？Apple。嗯，这个就是闻上去就很香，就是有以前在上海的时候，跟我妈去喝一个什么玫瑰园，那时候还有玫瑰园，玫瑰园现在倒闭了，一家下午茶就是这个样子。不敢相信，我又回来了。后面就是历史，小新你还记得吗？小新看得很认真。大家好，迟早有一天要把你所有的大家好都给你截出来，我跟你说。大家好。你历史晚上的夜景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上面的顶是 Space Needle 的顶，下面还是一样夜景，其实也没有比白天好看多少。我对面的是 Terry 在等待那个我后面的黑暗的过去，他说给我拍照他很累，有点累。Hello Chloe， 我来学习一下你。哎，这不是一个门，这家店太不友好了。